介紹大家煮的呢就是雞卷，材料有雞排一塊、葱、芫茜一小撮、檸檬一個、豬肉定魚肉一湯匙，仲有一扎仔的金菇。首先呢，切咗芫茜同葱，切走個頭。咁雞排咧喺口身嘅地方切走少少肉，方便咧陣間包材料入去嘅。咁呢啲肉咧唔好抌，可以放入雪櫃。我哋切到咁上下薄咧，仲喺上面斜界幾刀，之後落黑胡椒、乾嘅九層塔、意大利香草，我哋捽一捽佢啊。之後落鹽、黃糖、雞粉。落完之後，好似我咁拍拍佢，之後到個餡，落少少雞粉、少少鹽，將豬肉、魚肉攪勻佢。攪勻之後咧，我哋鋪上雞扒上面，再將金菇、芫茜、葱夾喺中間。我哋兩面咁樣夾埋嚿雞扒，再用牙籤串埋個邊佢，就係咁。用几支，好简单嘅，睇睇。而家嚟煎个鸡啦，开火，落油，落镬煎嗰阵咧，集中翻煎多馅嘅部分，即系呢度厚啲呢个部分，我哋放落油镬，记得煎好一边，先反另一边，唔使系咁反嘅。煎嘅时候少少技巧，拎起个镬。火会集中啲嘅，煎好一边，反转另一边，都系一样，两至三分钟。嗱呢招啱啱教咗你噶啦，啱啱咧煎到个皮金黄色，就拎上嚟，可以入焗炉。焗炉咧，我哋预热180度，五分钟。之后教到230度，再焗。3至4分钟，你估下佢快啲定我快啲咧？吓、啊，时间好似差唔多啊！哇，够晒快啊！你睇下，